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杨啊、今天是我的生日啊、今天非常的高兴，也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大家看昆明的天气和我的心情一样的明媚。这份好的心情不光是来自于好的天气，也是因为我收到了来自五湖四海还有全世界各个喜欢我、支持我、一直对我不离不弃的粉丝们的礼物和祝福。现在既然是冬训备战期间，然后接下去还会进行到澳洲训练，然后备战明年的选拔赛和最终的奥运会大考。然后今年已经基本进入尾声，然后现在就是专心冬训，希望在明年里约能达到自己心里想要的愿望和目标。也感谢在所有支持我的粉丝们和喜欢我的人，谢谢你们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和不离不弃的关怀。我希望明年会更加的好，更加的努力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能有个更好的成绩来回报大家。高原有点喘，所以说不知道大家听得是不是很清楚，所以说希望大家还是可以一如既往的支持我、喜欢我，然后明年我会用自己最优异的表现和最好的一个状态，然后来回报大家对我的关爱。希望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很开心，希望所有的粉丝们和我一样的开心，然后有一个美丽的好心情，在以后的日子和生活里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每一天绽放，每一天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，完成自己的梦想。